大家好，我是 Thomas 郭晓东。去上一集的生命数字呢，透过自己的生命数字号码，那我们了解了自己的个性，了解了优点跟缺点。那这只是在生命数字算是一小趴的部分，还有隐藏数字，还有生命数字对于事业的部分、感情的部分、那健康的部分，还有钱财的部分，所以很多要跟大家分享哈。那没有关系，我慢慢做影片，一一的跟你们分析。好，今天生命数字要聊什么呢？今天的话题我想聊的，我相信大家应该还蛮感兴趣的，我们来聊感情，生命数字对感情观。那感情部分有分很多哈，有分亲情的部分、友情，还有什么爱情哈。那这段期间呢，我看到很多人分分合合，有些结婚，很多朋友结婚，也有听到离婚的。那有些就是在一起，那有些就是分手，我就是其中一个。好嘞，在感情的部分呢，我会分两 part 来聊哈。那第一 part 的部分呢，我会聊在于1号到9号你们对于爱情观这方面的这个想法是什么。是，那1号到9号呢，对于爱情这一方面其实有着自己独特的想法，或者是自己一套的这个方式处理你的爱情观，所以这方面很重要哈。因为1号到9号对于爱情观都不一样，那一对情侣呢，如果要在一起，一定要了解彼此的个性。所以说到你的另一半的号码，一定要仔细听哈，听听一下他对爱情的这个想法。那第二 part 的部分呢，哎呀，这个就有趣了哈，我们叫合并数字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如果你的女朋友，你的另一半呢哈，是1号人，那你是3号人，1+3等于4号，那4号的合并数字能量是什么呢？或者是你是7号，他是3号，7+3等于10，1+0等于1，那1号的数字能量在他们爱情世界里面结果究竟又是如何呢？所以今天的话题非常的有趣，继续往下看。基本上跟1号的人在一起呢，你们可以放心的把未来交给他们，他对爱情的这个未来计划呢有一套的想法，基本上呢他会很积极而且很主动的去追求。可是呢1号的人爱恨分明，敢爱敢恨，是，所以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，稍微有点辛苦，对，因为他其实某个方面也会去主控整个爱情，对，那会控制你的生活、你的世界啊等等的，是，他希望就是呢，你的东西、你一切的事情都听我的就对了，对，因为我对我们的这个未来的想法呢，有一定的这个方式去处理，你不需要去做，交给我就好。所以一号的人可以的话呢，多听对方的想法 ，OK。二号的朋友，如果跟二号的朋友在一起的话呢，是最好不过的。对我来说是，他在感情方面热情、浪漫、体贴、细心，而且在感情方面呢，他具有理性跟感性的那一面，能互相配合，非常支持对方，忠诚又负责任。只是呢，如果你伤到二号的人，他走不出阴影的话呢，他会很久一段时间才跑出来。所以二号的人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情侣对象，所以千万不要伤害他哦。好，三号的朋友在感情方面哈，在爱情观里面是充满很多幻想的。只是呢，因为三号他其实朋友很多，然后呢，他某个方面也很难去兼顾，就是爱情跟友情这一方面。而且因为他对爱情方面呢有这个憧憬嘛，因此他对另一半的要求是很高的。所以三号的朋友，如果你能够把细心那一面拿出来的话呢，你跟你的另一半会走得更长远一点。那四号的朋友呢，在感情方面算是很稳定的发展，然后并如同家人一般的这个关系哈。而且四号的朋友呢，在感情方面是非常负责任的，只是偶尔呢，四号的朋友跟他交往的时候呢，会有一点点的闷而已。对于四号的朋友来说呢，哎，有你就够了，我不需要制造更多的浪漫，有你就是浪漫的。所以可能可以的话呢，多一点教他怎么去耍浪漫，多一点带他出来吧。五号的朋友呢，在感情方面是自由、开放、热情的，他们是喜欢追求新鲜感、刺激感，最好是有挑战性的对象。但是呢，他们对于爱情方面，很多时候都是漫无目标、举棋不定的，所以呢，他们很害怕承诺对方。六号的朋友呢，在感情方面，我只能说热情，而且有耐性，会对另一半非常非常的好，有爱心又体贴，可以这么说，对爱情能够奉献一切。而且哈，他会乐观的接受对方的缺失，有浪漫纯洁爱情的这个爱情梦。但是他一旦失恋的时候呢，最容易崩溃的是六号人，是，所以他安全感是不定的，所以另一半一定要无时无刻给他安全感。有爱情之后呢，因为你很想要对方不离开你嘛，因此呢，某个方面占有欲也是蛮强的。七号的朋友呢，他其实一直在找真爱，一旦找到之后呢，他会先细心，然后呢会很温柔，一旦对方接受他之后呢，有另一半之后呢，哎，他开始热情了，而且他也会很黏另一半。但是呢，七号的朋友他比较容易嫉妒哈，当有一些异性的对象要接近他的另一半。那
Number 8, 8号的朋友，8号朋友呢，对爱情方面就是热情、大方、主动，而且你对爱情是充满着渴望，还有主控权，甚至呢会管对方的心灵，占有欲非常的强。所以可以的话呢，8号的朋友，我发现他们都比较少说 sorry 和对不起，就对另一半说对不起这一番话了。那可以的话呢，多说这一番话，可能你们的关系会更好。Number 9, 9号的人呢，其实他在爱情方面哈，他也是一个很喜欢浪漫的。某个方面他会无法自拔，把自己沉浸在这个浪漫的爱情世界里面，所以使他现实跟理想的差异非常的大，也因为常常怕失败，因此认了很多的干哥啊、干姐啊等等的。而且呢，他会美化对方的优点，因爱而忍耐对方的缺点。所以如果你的身边的另一半是9号的朋友的话呢，可以的话多关心他，你对他越好，他就对你越好。好嘞，现在这个时候呢，来分享什么最刺激的环节，就是呢合并数字。在感情方面，合并数字非常的重要，对事业啊，尤其是合作伙伴或家人啊，或者是老婆情人方面。打个比方说，这个数字跟这个数字，意思就是这个个性跟这个个性都是不一样的个性，当他们合并起来的时候呢，变成这个数字，它有它的好跟不好的地方。那想知道它的好跟不好是什么吗？往下看。如果你跟你的另一半的这个生命数字哈加起来等于1的话哈，打个比方说7加3等于10嘛，1加加里等于1哈，或者是8加2等于10，1再加里等于1哈，加起来合并数字等于1的话呢，你们两个人都有各自的意见，而且很多时候都是很难放下面子讲 sorry 的那一个，因此呢很多时候很多的误会产生。所以如果想要走长远的话呢，记住听彼此的声音。1号的这个号码呢，它能量就是呢很有想法，有想法到呢很多时候会顾面子，可以的话呢做第一个那位 say sorry 的。如果加起来等于2的话呢，哇哦，有什么号码，像是3加8 83112， 对，8加3等于11嘛，1再加1等于2嘛。那如果是2的话呢，沟通不辛苦，关系非常的好。那2号的这个能量就是会互相配合嘛，会互相扶持嘛，而且很细心，会关心对方，你们的想法算是还蛮一样的。合并数字加起来等于3的话呢，哎呦，有火花，有激情，双方都会不断的制造惊喜给对方，在某方面也会互相的攻击，伤害对方是不薄的。而且这对情侣呢，吃喝玩乐也比较多，会不断的找一些火花给对方，让整个感情不会那么闷。好，加起来4号的话呢，4号基本上就是一个很稳定的感情发展，然后双方都会负责任，可是呢太平淡太稳定了，到最后呢没有火花，因此呢我们说什么有点闷。所以如果你们加起来是4号的合并数字的话呢，多出去去玩，去看世界，可以的话呢多听听对方的梦想是什么。如果加起来合并数字是5号的话，你们两个人呢可以的话在爱情方面不要约束对方，不要太执着，一定要多信任对方，而且你们这一对情侣多去旅行，你们感情会很好。Number 6, 如果加起来是6号的话呢，哎呦，我只能这么说，如果加起来是6号的话， perfect match, 对，这对情侣是非常非常的好，关系好，然后呢想法也一致。那如果真的谈婚论嫁的话呢，你们的感情发展是可以去到很远很远的这个方向。所以如果算到是6号的话呢，就恭喜你啦。加起来是7号的话呢，很多时候加起来是7号的话，他们算是一见钟情的，7号算是一个缘分的号码，但是呢你们双方很多时候会把问题放大，而且双方每次都会把细节讲得很清楚，因此会小题大做，会把问题放大，可以的话不要那么执着，放下放下啊。接下来如果加起来是8号的话呢，很多时候8号呢到最后呢都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，但是责任跟压力哈算是你们感情里面爱情方面的推动力。怎么说呢，像是如果你们彼此都有事业，那这个事业是你们的责任，你们两个一起扛下来的，你们一起打拼的江山，所以你们两个人会因为这个责任继续走在一起。或者是说生了小孩，那你们会因为这个小孩呢，你们关系会变得更好，是。所以8号的合并数字就是呢一定要有压力跟责任在里面，那在爱情方面才有动力走下去。最后如果加起来是9号的话哈，9号很有趣哈，在和平数字的这个感情能量的数字里面，他就这样子哈，要么就很好，要么就不好，意思就是呢要么就像1号一样哈，每次都会意见不合吵架，然后都会冷战等等的，要么就像6号一样 perfect match, 每次黏在一起，然后做的事情做的想法都是一样的，是。两方面要怎么拿捏呢，你的优点要把它拿出来就可以了。
OK， 所以呢，这就是生命数字对于感情、爱情观这方面的解释哈。那毕竟大家的个性都不一样，那当不一样的个性合并的时候呢，它一定会产生火花的。那这个火花，我就用数字来做代表，那很重要哈。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呢，我们也不了解自己的缺点是什么，我们需要用一个方式来提醒我们自己。那可能生命数字是一个方式来提醒你。当然，很多人都会说，哎呀，生命数字，只供参考就好，要信不要迷。对，我也这么说。但是哈，如果你们仔细听我讲的话，我都会提醒你们向往好的方向去发展，尤其是承认自己的缺点，提醒你之后呢，改过吧，然后再把优点拿出来。真的，太多人不懂自己的优点是什么，那不懂优点的话就没有自信，不懂缺点的话呢，人缘就不好。所以大家不要让你的人生产生遗憾，透过生命数字来了解自己吧。好了，那下一题的生命数字要说什么呢？你在底下留言让我知道吧。太多要说了，对，还有很多还没有告诉大家哈。那你想了解什么，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 OK， 如果帮到你的话，帮我按赞、订阅跟分享。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 Sayonara。